大家好，我是 Leon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y。哇，今天大家有没有发现场景不一样啊？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，就是你买房子了？不是买房子，我租了新的工作室。相信很多老观众一定知道，我长期在那一个闹鬼的工作室拍了很多闹鬼的影片。那最近因为发生一些事情，旁边有邻居就是算在做一些比较特殊的行业，然后他就是轻生。结果警察陆陆续续来了两次，救护车也来了两次，结果好像最后一次似乎没有办法救到，好像第一次是吞安眠药，第二次听说好像是上吊，我也不清楚，然后反正就是往生了这样子。这个地方真的很阴啊。然后鬼哥其实去到那边也是跟我说那边就是不适合继续住，然后那时候就有跟观众说合约已经快到期了，非常的开心，太爽了。其实我大概有两个月都没有去那边了，然后后来就是那边就是当成一个仓库这样子。那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场景，哇，超大，真的很舒服，超美的，超美的。因为这边才刚签约，所以说很多东西都还没有整理。不过因为这个喜悦想要分享给很多观众，所以就是让大家知道我终于搬出那个鬼屋了。那你们可以看到这张床真的是有够大，而且超软的。我之前那边那个床都不敢拍给大家看，因为真的超简陋。这个真的超软，很舒服。真的是人在睡的床。你那个原本那个地方真的是只能当成工作的时候而已，睡是没有办法，就是很累很累，想睡又睡不好。对，因为之前那个地方其实只是把它当工作室，所以我没有特别买床。那这一个房东其实很好，他这边本身就有这个床，而且我之前那边的那个电视啊，实在是有够烂，是那种小台那种传统的，烂到爆，是那种以前小时候在看的那种电视，看的眼睛超痛的，因为它那个解析度很低，很烂。然后现在你们看，超大，这平面的几寸，而且这个房东都是用大桶的。再给你们看一个东西，来，听过来。相信很多在外面租房子的人一定会发现，很多那种冰箱有没有，都是那种你要自己除霜，就是你要解冻，基本的，然后很便宜，一台大概2000块左右。没错，不好意思各位，这一间 Panasonic 的国际牌的，来，这个不用除霜，你们看，很新。天哪，完全是新的，因为这一栋才刚建完，然后只有3层楼，所以户数非常少。非常的棒，我还有很多地方想要跟你们介绍，包括它的这个厨房，小厨房、微厨房，就是说像我们这种有在拍片的，那你可能会累，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些那种稍微的微烹饪。这，没错，这个等一下再给大家看好。然后 Kim 以后拍片也可以在这里拍，因为这里有一个小吧台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来，洗手台在这边。然后这边是他的小吧台，你看他的椅子超赞的，而且今天因为我们入住这一个新的工作室，我准备了达美乐、拿坡里，我准备了拿坡里，哇，要来孝敬 King， 太爽了吧？没错，然后待会我再来慢慢的跟大家介绍其他的地方，因为我相信 King 应该这个好想吃哦。你看我都还没讲，所以。我先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品尝这个美味的东西，然后待会再来继续跟大家介绍。说真的，我真的很兴奋，因为这边真的跟我之前住的那个地方真的差太多。大家如果看到这一个感觉，还有这边的大小，超赞。我是开始吃的。好，那我们先吃吧。来，现在我们 King 这个饿死鬼已经开始在吃了。旁边刚才 King 讲的就是这个，它是嵌入式的。这个是电磁炉，然后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煮东西，然后每一个柜子打开都非常的新，这太夸张了啦，
还放厨师的。对啊，然后这边这个都是柜子。之前我住的那边你知道吗？柜子打开惨不忍睹，里面全部发霉，超夸张。然后冷气全新，嗯，上面这个补光真的很棒，像我们在这里拍影片真的很方便，也不用特别的打光。然后洗手台就在这里，这一个吧台的地方椅子有两种，这都是屋主准备的。然后这一个超赞的，待会我再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厕所，还有这一个布帘后面到底是什么。它这里空间真的很大，你会觉得在这一个里面就是很舒服。你们看这一盏水晶灯，来切换给你们看一下，可以两盏，还可以变成这种夜灯，睡觉的时候你看超漂亮的，很棒。然后这一个衣橱不是我在说的，来你们看一下够不够大，上面一层，下面这里放衣服，底下还有柜子，来打开，全新的，完全都是没有使用过的。它这个衣橱可以塞两个人，对啊。然后来，不好意思，旁边这里还有一个，你要不要把鬼遮安娜贝尔放在这个里面？哎、欸，其实你说了，我突然间灵机一动，安娜贝尔可以睡在这里，让他过夜一下。改天鬼哥要出门工作，也要来这边外宿一下。没错，来 King， 我们回去吧。嗯，来吃一下我们的美食，待会再继续跟大家介绍。哦，太棒了！而且你看你旁边，它有插头。等于你在吃东西的时候，我手机就可以放在那边充电。这边可以剪片，可以剪片，而且这里可以两个人在这里剪片。重点是剪完片，来煮东西吃一吃，继续剪片。嗯，那就用一个延长线延过来，把它放在旁边，就可以接两台电脑。没错，而且我要再给观众看一个东西，你们看是不是很普通的床？我跟你讲，这一个柜子打开，里面可以放很多东西，然后这边也是。这里也是，我发现这个房东他很用心，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这个东西全部都是空间收纳，可以让你做到很极致。然后包括他这些环境的规划，他把这个坪数啊发挥到很棒，尤其是在这个吧台跟这个洗手台的位置啊，他这个空间其实两个人走过去是没有问题。对啊，格局是真的，说实在的。做得很好，重点是来往后走，看一下厕所，打开，你们看看这个厕所有没有漂亮，跟之前那一间差超多。你看这个瓷砖整个超棒的，你看这个地板，它这个地板全部都是很新，然后旁边这里这个莲蓬头厉害，莲蓬头全新的、啊、对。然后来看隔壁这里，好，这一个我们把它拉起来，因为平常开冷气嘛，这个拉起来，后面有晒衣服的地方。假设我们探险完之后回来，对不对？嗯。来往后走，你看连这里瓷砖都很漂亮，这里储水式的电热水器，大桶的洗衣机，整台超新。哦，太夸张了。平常真的很难租到这一种，就是完全东西几乎新的，而且你看哦，上面这还可以挂衣服。空气对流，那边有一个窗口，然后在这一边也有一个窗口，所以在这边晾衣服啊，我们探险晾衣服超赞，很棒，因为通风里面才不会失去重。没错，我先把这个戒指先拿掉。其实最近我真的找了很多房子，大概找了六七间，价格其实都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水平的，但是我发现有的你去看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里面潮湿味很重，然后可能环境的格局设计不是你喜欢的，因为其实可能酒瓶食品，那屋主他怎么去规划怎么设计其实都很重要。他的设计的感觉我会喜欢，是因为我觉得他可以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剪片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可以剪片可以休息，洗澡的地方也舒适，因为之前那个地方浴室超小的，它很容易发霉，然后因为我比较高，我186公分，它上面都会碰到顶到我的头，很多地方都发霉，它超多地方柜子都发霉。重点是
我每次反应那个是没有人会帮你处理的，因为发霉怎么处理，他总不可能把所有里面的木头的东西换掉吧，所以他就只能这样子，各式各样的人住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又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，所以我才打算真的要换掉。那我那边的租约就是到这个月底，然后这边就正式我先提前签约，然后就可以慢慢的把东西搬过来。